事先问好，这个屋是客房还是你的主卧？那你还想睡哪？能不能告诉我哪个床更舒服？那你得自己试。我怕试错床了，到时候下不来，所以你先提前告诉好我，这个到底是主卧还是客房？啊，一姐，你别得寸进尺啊，大外甥。干的，啊，也没有外人，你还帮我强调那些干啥呀？我是想让你认清咱俩现在的关系，到时候穿帮了，让我小马知道不太好。那你问我是不是主卧，床舒不舒服干啥呀？我不怕你拎不清吗？咱俩谁拎不清？那我该不该领情？那得问你自己。行，不跟闹了，不跟闹了啊，一姐，不跟闹了。你这，是客房？睡还是不睡？是我自己睡不？你可以。啊，我去了，我去了。